有没有什么想先讲一下的？好了，我尽力啦，反正我一定会赢啊。是吗？我一定要赢。有没有什么想先讲的？我等一下要上场先拍一下，我让对方拍一下。我们第三场要开始了，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一七麦鲁斯，加油！71公斤，他就是我们的一七麦尔斯。对上的是188公分，54公斤，他就是我们的魏王人夫。魏王，看他之前有什么话想跟对手说的。魏王 ，respect，peace，love，peace。你也是 peace。peace， 真无趣。好，准备11分钟，第一回合预备，开始。刚的战斗有没有什么想讲的？Thank you.
他动作很有效果。喂，扁他！再踢啊，再踢啊！好，请求打野技能。踢啊，再踢啊！踢到不会动为止啊！好，一直踢啊，不用怕啊！进攻进攻，再踢再踢再踢，踢到有反压制压制。哎呦！哇！哎，进攻啊！进攻快点！十秒。进攻比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休息一下。九万九欢呼声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没有。想说的，好爽啊，很爽，太爽往下压，往下压。
很臭，打架，很叫打架，很叫钱，第二他蛮打架，风吹烂掉了，打我哭了，还好有护挡，谁说不要带护挡，谁说不要带护挡，张秀芳放锅了，我喜欢这种拉开，拉开，导演，导演。哎，心机大跟我，哎，你这三拳，他不是他，他哎，你这样给小花店丢脸的啦，不完全，不完全，就这么干了，护挡还是很重要的，他没有那个拳，这个是刚刚节奏不带护挡，十三秒，好，十三秒，那不是不是不需要啊，开始，三秒，要注意哦，位置要注意哦，打的位置，左手打，左手打，你不要给他锁啊，不要给他锁到。一拳揍飞掉三只眼，怎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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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规则，剩三秒，三秒，来预备，护手摇好，开始，恶意犯规才会结束，一边分开，好了，黄武山，喂，你要打人家懒架啊，陈娟，意外啊，你不能打人家懒架啊，还大包，没想到啊。
次都会被分享到晕船社的。建国路靠北南边。那时候就很爆米啊！建国路就是难听，难听死。我要忘记了。你是哪一个同事？你先讲，先讲，他马上就先慢讲。好啊，好啊，继续啊。超爽的，合法的把对方打流血，干超帅。
之前在旁边访问，应该还想要英勇感吗？想要英勇感啊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干，真的超级爽，血流成河的感觉，没得比啊！下次一定还要来啊 ！OK， 打不错啊！哎、欸。